亲爱的，车里暖和，你先上车里待一会儿好不好？请问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这什么眼神啊？不是你们俩也就算了，竟然无视我冬眠。是啊，不是咱俩也就算了，先把你也给无视了。这个 party 是特意为我们三个举办的。看来我们得向 Lady Gaga 致敬。这又是出了什么幺蛾子？看来我们得改变战略了，跟他们拼不了领空，拼不了领地，只能拼领海了。领海逆袭计划？对，让他们通通窒息。看来明天的朋友圈又有猛料。提醒点吧，这是我们艺农家今年冬季的新款，请三位美女试穿一下。像周总这样狂妄又不羁、温柔又体贴的男人，现在真的是不多见了。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下。我叫冬眠，不是冬天爱睡觉的冬眠，是冬天也要缠绵的眠。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's day?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too short. Sometimes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. Shut up! 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你！为什么你非得对我这样？我给你念诗啊！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你？你赶紧回！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's day? Thou art more lovely, more temperate.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, and summer'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.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's lease have all too short a date. 我好冷啊，那
当然。芳芳，我也冷。亲爱的，车里暖和，你先上车里待一会儿好不好？啊？Compare thee to a summer's day.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own buds of darling. 怎么回事呢？不是挺浪漫的吗？我冷，穿着皮草还冷，腿冷，忍着啊。你好啊，我叫杜克。你好，我叫。杜总，嗯，他叫宁可风，他需要治疗。哦，怎么样？感觉好吗？冷不冷？不冷。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感觉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握着一双温暖的手，两个人朝着同一方向走去。括弧三毛说的。啊，三毛。啊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我一定相信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同样的事情，怀着相似的频率，在某站寂寞的出口，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括弧。也是三毛说的。你也喜欢三毛？没错，我喜欢他已经很久了。啊，好巧啊！喜欢三毛的女人，大多都是内向安静的，但是脾气好像不太好，特别轴，特别爱较真儿。你该不会也是这样的吧？你猜一下呢？宁小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呢是个心理医生，好奇心特别强。比如说今天我就特别好奇，为什么你们仨都戴着这个窗户框眼镜啊？啊，我每次参加你的 party 都会给我一个惊喜。嗯，那是应该的嘛，因为你们男人都喜欢不一样的惊喜。你太懂我了，下次我带你去一个更大的泳池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下次我要再扮美人鱼，你扮什么呀？我就变成海马。你太幽默了，谢谢赵总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好，那你以后要常常来我们俱乐部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慢点。好，赵总请。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赵总。闪闪，我要先回去了，我刚才喝了点酒，车就先放在这儿，杜先生开车送我回去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嗯，我这个朋友病得很严重，不能放弃治疗。哦，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任的。发什么春呢？这是啊，想谁呢？凭你长得那些货色，能想谁呀我？什么叫我找的那些货色呀？我找的那些都是高精尖，别喝了几天洋醋就不是国货。瞧不起我们海龟是吧？不是瞧不起你，是压根儿就没人瞧你，大家都挺忙的。雷闪闪，我要不是打不过你，真一巴掌给你呼墙，让你抠都抠不下来。讨厌，你跟宁可风不也没找着人吗？瞎嘚瑟什么呀？可风呢？走了。一天晚上不抱着梁大伟就睡不着是吧？这
今天还真不是要跟杨大伟一块睡。跟谁呀？杜先生。不都给你了吗？照着数字拨出去，不就联系上了吗？怎么打电话？步骤我还用你教啊？那勾引男人的步骤我也教不了你，你知道吗 ？Baby， 你得为咱们的下一代考虑考虑吧。别碰我啊！我又不是麦克。能不能别在我畅想我美好未来的时候总跟我提麦克，烦死了！我现在只需要你告诉我，怎么样逼齐明峰乖乖就范。只有少数的女人得到的是老天爷赐给他们的翅膀，而大多数女人得到的都是一对带有护翼的卫生巾。齐明峰又不是我们马场的种马，不能逮一亩的就干吧。哎呦，说的还挺有道理。不过好的品种就应该多多益善，造福我们全人类嘛，对不对？好聪明啊！好吧，那就辛苦你了，你好好的交配吧，好好造福全人类啊！